bridge.长官，工作结束记得给我批休假。哼，作战已经开始了吗？我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。 今天的空气很凝重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？Bronya有了新的力量，也要背负起更多的责任。舰长也想试试低重力的感觉吗？谢儿就在那里，Bronya知道的。Bronya姐姐，谢儿又想出去玩了吗？ 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？ 布罗尼亚 一定不会辜负瓦尔特的意志。大家都已经睡了，舰长请保持安静。仙儿，<笑>姐姐快看！ 希尔又发现了好多新玩具，希尔真厉害。
Pronia， 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。和舰长在一起的时间 ，Bronia 很开心。今日任务已完成 ，Bronia 建议舰长按时下班。Bronia 很珍惜和圣弗雷亚的大家在一起的日子。希尔还在那个地方等着 Bronia。Bronia 已经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。Bronia 有了新的力量，也要背负起更多的责任。Bronia 一定会找到你的，希尔。舰长完成了本周的工作，辛苦了。希尔就在那里 ，Bronia 知道的。希尔还在那个地方，等着 Bronia。